舒淇的感情事不嬲都低调处理，之前和冯德伦的关系更加是扑朔迷离。不过昨日他们宣布婚讯，在捷克拍的婚纱相又曝了光。望下新娘子，原来他件婚纱是出自 H&M 手笔的，当时索价3990元。短袖加 lace layer 设计，贯彻平日低调朴实的风格。新娘子话：呢件婚纱是 H&M 两年前送俾佢嘅，头纱就喺婚纱店随便拣。除咗婚纱简简单单，舒淇今次亦都冇着高踭鞋，反而着上 Adidas by Stella McCartney 裸色波鞋，反转传统啊！至于佢哋嘅婚戒就出自呢个品牌嘅手笔，呢个设计象征住围绕两个人嘅爱情故事啊！